喺边度死最好？唔理你系乜嘢人，都总要面对死亡一刻。但有冇谂过喺边度死最好呢？千祈唔好以为叫你自杀啊！经济学人智库调查咗全球40个国家同地区嘅死亡质素，即系 quality of death， 英国系最好嘅。其次就系澳纽，因为佢哋嘅善终照顾服务、医疗质量、精神照顾同成本都较好。至于亚洲，排名最高嘅系台湾，因为台湾政府有巨大医疗承担，社会亦一早认识善终服务嘅需要。咁香港呢，仲争好远啊，差过新加坡排第20位。调查话，香港最大挑战系中国传统文化对死亡有忌讳，善终服务又唔够。即系每一个法国人咧，其实都有嗰个权利咧去得到善终服务啊。香港其实嗰个政策上面唔系咁清晰啦吓，咁好多譬如喺公家医疗里边咧，其实主要一啲嘅善终服务都系俾一啲癌症嘅病人啦吓。咁点解日本排到第23位呢？因为长者多，医疗成本贵咯。至于中国就排到最后几位。